你肯定错了。差不多了就行了。今天下午还有一个包饺子皮。男的就只有老刘穿着什么，不过他一向穿着什么。对，他是 people， 不是不给 effort。每次坚持一定要打到抽筋，这个是。前面的话就说一般像怎么打的话就说输不起这个拉伸动作哪一个是拉这块的什么样动作可以拉伸这一块我好像只有一个那个
个，你知道那个？这个样是拉伸这儿是吧？不是，哎，这个你这个动作呢？我发现这个动作做的最好的是这样，你两个手去拎它，你 make the flexibility， 因为这样子的话才能把前面这块弄上的。我电话。对，你试试两只手去那个啥的，完了就很有感觉。Uh-huh. 对，因为这个还是更那个啥，你要变成另外一只手去拎。够不着。对，反正就。这个会那啥，完、啊、还有披肩套子，就是这个，对，这个是也是这个前面实在哎，定位是要越平越好。OK。对，然后这样子，你那个后面腿是直的，对，这个就叫披肩 pose。然后这个那啥，实际上是这样，把两个手放下，对，然后就这样压着这个腿。然后就把那个就是画那个地方，对，能感觉到是吧？我现在这一块，对，然后这个还有个做那个什么动作？哇，这个动作难度太大了，就这样。哎呀，它有一个动作不是那个爬这个吗？有一个动作是这样，就说是这样爬上去，不是吗？我知道你说的那个。那个那个不就跟我做的这样一样吗？一个意思其实。对，他这个我当时看了那个，我是最后爬这儿。